先叫咱的好朋友拍招呼，生卡都问真好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贤，祝大家当大门八里开见在帮忙出来，很多来电台真在，让你好运年年来，谢谢。我感觉你真有勇气，你敢知？哈，因为哈，你看你安尼，你搁会点这首歌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差不多十年哦，人生的歌。黄以玲一秀嘛啊，差不多整年哈，我在台上我都不让人家唱，我也自己不唱，所以你也不听。对对对对，就是会这样子啊，因为都、就是你哪听到一首歌，哎呦对，对他就会好像那个故事电影一般，你刚才，然后一滴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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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啊我得唱，因为人是我那有灵性的动物基因嘛哈。我们有也是会有感情，有时候那种不自觉哦。嘿，我那咱拢常讲哦，头会顶面戴王冠，要抬不要哈、哦，我们要抬头。好、哦，如果你低下来，它就是珍珠。对，这个道理咱拢真清楚。不离个有时阵是感情讲会到，但是较做未到。嗯，系啊，嘴讲尔吼，来，嘿啊，所以但是这首歌好听啦。真的，我个人我也蛮喜欢唱，也蛮爱唱的这一首歌。对啊，后来，所以我刚刚就是想听你唱。你提早。提早讲嘛，因为我即摆拢有控制场所，你敢知？所以即摆这个声，咱讲真正要悬无度悬真悬，要降无度降真低。但是迄个中流啊，我那里也讲的沧桑啊，沧桑啦。伊就讲，这就算有经验的歌声啦，因为我闪嘛，哎闪，那收歌我就拖哇，拖音嘛，收低我就收音嘛，就是安尼吼。好来，即摆吼，咱的这个小贤吼，过来讲。百瓜 Q， 你想买新会贵？好，那么请接着来李千娜哈、哦、这一首歌我就可以懂哦。每场必点的歌，新会贵。爱着，无我多，人讲感情的路莫勉强。一点路，因为乌白母嘛无脚穿，只要思念你我。你的嘴唇敢若搁变娇气啊？慢慢你Oh,
有掌声，有播你继续搁甲唱落去。